近热播的《斗破苍穹》一开播就备受争议，有很多网友说是回小说，小编也看了，剧情确实跟小说有些差距，但是按现在的情节进度来说，跟鬼小说还是有一段差距的，毕竟现在播出的还是有很多按照小说来的，只是有些确实是被改得让人没办法接受，而且还有些强行增加进去的情节，只会增加观众吐槽罢了。而作为女主林允，现在在播出的剧中的镜头还不是很多，但是从这些我们也可以发现林允的演技又提高了，毕竟是星女郎，毕竟周星驰对演员的要求还是很高的，林允出道就被周星驰选为美人鱼的女一号，而在影片中的演技那时还是备受争议的，有些网友认为其演技浮夸的，但是这次的斗破苍穹演技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就是还没有演出仙女的感觉。在小说中，小薰儿作为女主，其在观众们的想象中是跟刘亦菲饰演的小龙女一样的，